小說本家花啦，係咯，其實就歌其實想講係希望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裡面都揾到偷閒嘅時間，同埋即係揾到啲睇小說啊或者飲咖啡嘅時間都令到大家好快樂嘅，即係唔需要太介懷一啲好大嘅煩惱啦，有時即係微小嘅事物都可以令到大家好開心。咁跟住落嚟咧。